小时候。有哎、欸，有有有我们的行李是吗？我们的这个还拿、哎、找到了，来，这是我的吗？这是我们的、哦，这是我们的吗？是吗？那个是的，你看穿了是吧？哦，这是那个黑色的。哦，对，那我们的行李。我们有那个黑色的。对，等我继续行李。哇，你好厉害。我继续看。嗯，好的，继续看。他在听歌。我们坐最后一排，所以呢，前面有很多人。大家都走，我们就走。我们现在在瑞士的机场，我们已经拿到行李了。看，这个行李车里面都是我们的行李，很多。而我们的下一段路程呢，还是坐巴士回我住的地方。只是巴士的时间是晚上八点，然后现在才六点。所以呢，我们决定在这里点个餐啊、吃一下，在机场里面坐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以后再打车去巴士站啊。那个巴士站是在户外啊。现在苏黎世也是30度的天气。练习一下他的那个策略。我就是在这个游戏里一个男人，他就带着那个叫什么在头上，水桶。水桶在头上，我就带这个水桶在头上，站着不要被僵尸吃掉剑，因为吃掉头顶，然后他吃那个。脑子还不知其他的，还那个僵尸，这个僵尸就是这个在走路的，他就只吃人脑子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所以他戴这个那个帽子还是血桶吗？要不然他会被吃掉啊。他就直接死。但是虽然我输了，他。
已经是夜里12点了。